会在这个范围的 sub 到 end sub 帮你去执行。所以其实基本上哈、哦，我们是通这个 sub 指的就是说我呼叫第一个执行完，呼叫第二个，再呼叫第三个，分别帮我完成就 OK 了。所以以后呢，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自动化步骤拆成很多段，然后最后呢用 call 的方法全部串接在一起，好，就可以达到这个自动化的目的了。哦 ，OK， 嗯，好，那再检查，一定都是可以找到那个问题点哦。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接下来就看那个，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再来录制就枢纽分析表哈。所以未来如果说你今天再到第24页，啊，产品枢纽分析表，不过这个可能一层一层的也就是说你刚刚的东西如果没有做完的话，你后面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把它run。假设我今天希望产生一个什么产品名称的枢纽分析表，好了，就这样，我希望知道刚刚的这个 data 里面到底卖的它的什么呢，订单大哥大有几笔，有线电话几笔等等的，然后呢它的单位卖几个，这个是订单数量，这个是卖几个，那第三个是销售金额是卖多少钱，分别帮我列举出来的话，当然这个地方的话这是前一阶段基础班有讲到的，那我们只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自动帮我画出来，自动画出来这样怎么做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刚刚的部分所以特别注意你刚刚的步骤要先完成才有办法做下一阶段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先复制一个复制一个工作表，然后让它跑跑看跑的方法的话就是聚集里面直接执行这一个按执行，这样就 OK 了或者是说呢，如果你今天希望假设更贴心一点的做法是直接在这个里面呢先插入一个按钮以后啦，如果你希望那个按钮能够产生的话，你可以从开发人员下方这边有个插入表单控制项，低左上角这边有个按钮是左上角这个按钮那你可以点选它之后先在预设这个拖拉一个按钮大小的话由你自己决定，你可以大一点可以小一点，这个时候它会跳出来问你说，那请问按下这个按钮之后你要去执行哪一个聚集那你跟他讲说我要通讯产品聚集，那并且把上面的名称我习惯是复制起来为什么复制呢，因为我按下确定之后那个按钮上面的名称是按钮一，所以我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上面的名称贴上，它就变通讯产品聚集，那做好这个之后一样再复制一个，好，复制一个是做什么，按下它看看自动完成按下它就自动完成当然一般习惯是也会再做一个恢复啦，有没有一个是按下它是做完，那一个是恢复成原状不过这个恢复成原状的话你们也可以自己录制嘛恢复的话我们这边恢复好像要删掉E 栏跟 C 栏，然后这边可能要恢复成跨栏之中等等你这个也许你可以录制然后产生一个按钮让它恢复也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再去变出一个刚刚讲到在那个讲义里面的第24页这个枢纽分析表，那一样我们也是先做完然后呢把它录制成聚集，希望一键按下去自动帮我把那个枢纽分析表自动帮我产生也就是自动如何自动产生枢纽分析表的第一个程式那里面的话大概请各位参考一下那个24页这边做法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样我们先产生刚刚的结果所以你这个是已经有 C 栏有 E 栏你才有办法做后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枢纽分析表它需要有你的栏位它才有办法帮你去做后续的分析，没有那个栏位，比如说你刚刚没有那个什么没有产品名称和区域名称的话，那可能你就变成说编号跟区域编号，那未来怎么你看到的 data 里面都是编号那也不对你这怎么办，人家还要
直接你再给他一个对照表哦，这个编号自己看吗？但不行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先产生完，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插入一个什么枢纽分析表，然后它会帮你圈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是在这里，好，它自动会把整个范围选起来，按确定之后的话，接下来哈，枢纽分析表会先产生一个 catch， 这个 catch 是暂存，是可以让你放栏位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可以把我们需要的栏哈，分别把它加进来，其实就是第24页要的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产生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第一个了，你可能要思考你的列，其实这边就列，列的部分呢是要长这样子，另外计算的部分总共会有计算三个，这三个的话呢记得放在值的地方，特别重要，这边是放值，这边是放列标签，那拖拉的方法最后其实就顶多是做一个样式了，这个样式其实在录制聚集也许可以暂时不要做了，因为多一个功能会多，可能多一个错误来，让我们来试一下。第一个，请你把产品名称拖拉到列标签。OK， 那你会发现它已经自动帮你做什么？移除重复。好，有没有？它一堆订单里面，可能就留下不重复的资料。好，所以其实拖拉到那个列标签，它就自动移除重复。第二个的话呢，统计什么？这个里面有几个订单，总共有20列嘛，减一，所以这边到这边总共19笔订单，那我想知道这些订单里面是大哥大的有几个订单，然后呢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各几个订单，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把那个产品名称再拖拉到值里面放开，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你的大哥大订单有7笔。有线电话6笔，无线电话6笔 ，OK， 特别注意哦。其实它这个值，如果说你拖拉的栏里面不是数字，它就帮你加几个；但是如果你拖拉的是数字的话，它就帮你加总。其实道理就是如果不是数字，是数字以外的东西它就是用康尼夫的，其实对应到那个函数就康尼夫。那如果我今天想要统计什么？你卖几台？卖几台？数量，台数哦。那我可以怎么做呢？可以把那个台数拖拉到值。它其实如果里面，因为里面是数字，所以它就怎么样帮我加总。所以其实对应到那个 Excel 里面的函数就3MIF， 就是如果是那个订单里面是大哥大手机的话，那他就帮你怎么样？帮你3米5就上加总起来，累加起来就对了那销售额的部分也是一样，销售额拖拉下来，他就帮你3米5了。好，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顶多就是再加什么？加设计里面有那个样式样式也许可以把它做漂亮一点，也许我选一个什么中等深浅的那个11好了类似像这样，把它点一下。好，那我就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枢纽分析。那以后如果你想说，老师我每天都要做，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每天都要做这个枢纽分析表，那我希望呢以后能不能自动帮我产生就好了，比如按下按钮然后叭叭叭叭，自动就产生，那可能我要产生很多种不同的变化，那我可不可以自动全部帮我按照我要的那个那种变化类型自动帮我产生对应的枢纽分析表，然后呢顺便也自动帮我把枢纽分析图也都做好了然后呢最好是自动帮我切一个丢，直接寄给对方就好了，这样是最好了可不可以办到？绝对没有问题不过就是要阶段性的完成。第一个呢，怎么样自动把那个枢纽分析表把它变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过程应该 OK 了，那我们把这个动作先这个也删掉，因为它会在刚刚的这个工作表的前面变出一个叫工作表12的东西，那把它删掉那如果你已经这个步骤 OK 之后，接下来就怎么样？一样录制聚集所以我们又会需要一个叫什么？一个聚集这个聚集的话就是什么？枢纽分析的那个聚集部分。那我们就接下来彩排 OK 了接下来就是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好、OK， 然后名称的话呢，我们给它取名称叫产品名称的枢纽哈、所以这边的话，我就直接给一个啊，这个名称不是绝对的哈、不过尽量你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取什么名称跟我不一样，以后call的时候也会名称不一样哈、这边的话，我就产品名称的枢纽。好，这个名称按确定之后的话，我就把刚刚的动作录一下，确定。好，接下来一，好，所以尽量还是按照 step 了哈。一，那个插入枢纽分析表，好，范围 OK 了，按确定。二的话呢，就是把产品名称拖拉到列，好，然后产品名称再拖拉到值，单位台放在值，销售额放在值。好 ，OK， 没放到，那个可能下方，我再拖拉一下。我习惯用拖拉啦，其实你可以打勾也没问题啦，只是习惯拖拉，要就拖拉，啊取消的话怎么样？就把它拉上去，它就取消了。所以这个其实这样拉上去，它就叉叉了哈、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做设计，样式部分的话，就是它的那个格式，把它改成就这个好了。好，完成，那就把它怎么样？就是录制剧集结束，停止。好，那这样的话哈、我们来看一下，那再来就是停止录制完之后哈、再切到剧集，找一下那个什么产品名称枢纽，编辑它，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它就帮我产生了。好 ，OK， 就是这一段了。不过你会发现，哇，蛮多的，洋洋洒洒一堆哈、下来的话，因为像这种东西以后哈、尽量还是录一遍之后，以后就可以重复使用是最好的。好、只是说里面哪一些要点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可能要参考一下第25页吧，哈、第25页里面哦，哪些地方可能会需要注意呢 ？OK， 特别注意哈、那个录制完的程式里面哦，你会发现哦，它录制的那个第一行就是序词，序词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什么？工作表物件。点 add 的话，意思是说哈、新增工作表，它、意思是说按一下那个新增工作表，它就会等于是什么？帮你产生一个。但问题来了，其实哈、它产生的这个工作表哦，其实我们还是比较习惯它帮我新增到它的那个，就是最左边应该最右边哈、最右边。可是你会发现哦，它那个 add 哈、它是放在哪里？放在前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它放前面，那我希望它放在后面的话，可能你要需要多一行程式哦，哪一行程式？就是告诉他说后面哈、请你呢帮我放在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怎么叙述呢？其实哈、就是序词，刮胡后面的话呢序词点 com， 那序词指的是哪一个工作表？刮胡是第几个哦？里面放第几个？那可是我不知道说最后一个是多少的话，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哈、就是点抗着，点抗着意思是说，帮我算算看这个工作簿里面有几个工作表，它比如四个哦，它就回来跟讲四个哦，那也就是它帮你放在 after 意思是说哈、第四个的后面，啊如果又多一个，比如你又新增一个，它变五个了，就。据点看就变五了，第五个的后面，所以永远都放在最后一个就对了哈、所以记得啊，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这个地方哈、然后呢，那个目标储存格的位置啊、恐怕也要改一下据点看，所以这边的话可能有两个地方需要做变更。那我有在那个讲义里面哦、特别用那个颜色标注起来，其他大部分应该不用改啊。只要大概改一下那个黄色区域吧，如果这黄色区域没有错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枢纽分析表自动化就产生了。那只是说细节再加上注解，那注解部分的话，我大概就是有分成四个步骤，游标放 A1， 当然不一定放 A1， 刚刚是录，可能你放在那个范围的其中一个储存格，然后把它新增到最后，并且这个拖拉你要的那些，然后并且最后再
我这边有一个是修改标签啊，修改标签列标签是在这里。哦，我这边有列入到，那我刚刚是漏做了这个地方啊，把它改成什么产品名称？产品 ，Enter，OK，、OK, 啊，这边是列标，这边是所谓的那个列标签啊。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啊，先把这个部分程式录下来。那待会的话，我们录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哈，这边编辑一下它里面的东西哈，它里面哪些需要改，哪些需要去做变化哦，啊，待会再来看哦。